蛋挞哥，乌鸦哥，你们他妈的隔壁认识个主联邦兄弟，通通找我来讲，别骂我的兄弟哦！那是两个兄弟，操你妈，你会飞是不是？啊？谁啊？我随便解没有 RP 啊，找尊堂的，主联邦的，我怕你啊！要他撤销你，妈乌鸦，你上片快一点，只会剪剪剪剪剪剪，你妈那个你是乌鸦还是他妈那个？开直播要讲谁，轮得到你管了、啊？现在我的公文是取消，骚扰到我的家人来过我店，一家店小努力到下午。今天几个哦，北中南兄弟就要干他们。我讲真的，我就不要。我今天不是用暴力来征服他们，我们就讲道理。啊，你这样讲，这件事情乌鸦的事情跟蛋发生的前在顺公司在那边聊，但这里外是不是就已经要分清楚了？还打了电话给小，但结果现在都是人都不见了。那我们今天如果是不认识，我们今天就合理的怀疑你就是幕后那只妈逼的操控的手，你要赚这些妈逼小凯子的钱。这倒不至于了，大哥，我讲真的。我如果是你的个性，你不认识的，你是不是这样讲？当然是不认识，我可以这样讲啊。但是我觉得今天他妈的出来认识的，你是不是要给一个说法？出来混个兄弟，操你妈，让凯子玩来玩去啊！所以说啦，所以阿豪不是更可怜？主体出那条钱，我也帮他弄了1000多万，一毛没毛。我应该叫这样讲，我是比较耐心。但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有几件案子一起做，哦，就有件就是我跟俊杰、跟顺子，嗯，然后那个蛋挞哥、乌鸦哥，有没有找什么顺哥出来跟我讲啊？啊？你们他妈的隔壁认识个主联邦兄弟，通通找我来讲啊！我干掉你啊，老七！把你们电鳗我的身价哦！没有东西，没有钱，就来提报我主联邦啊！是不是？操你妈！你把兄弟情谊当乐事哦！你都开到深圳啊？你在我手机里面开到下来，我要介绍我们家，我来找买家。你没动力那笨手，你知道？所以他只能找3000。啊，好，那都 OK 了，讲好了，这个拿出来。那我3000我会自主处理啊。就是个错误，我这边拿到1500。3000的债权。混得这么好、啊，结果呢？干你啊蛋挞你妈操鸡巴你卖牛奶啊你妈的干你啊你卖蛋你啊你妈的操鸡巴你给别人啊蛋挞哥很会哦哦不要忍耐哦你他妈的个臭逼你千万不要忍耐当作拍照照册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认识两个流氓认识两个兄弟操你妈你会飞是不是啊谁啊结果呢我谁面子也没有要给啊交代过去了嘛？你跟我讲，我给什么鸡巴王面子哦？我操你妈那个老鸡巴的！你当我们今天出来混白混的、哦、啊？是不是啊？蛋挞，我干你妈个老鸡巴蛋挞！操你妈那个乌鸦！啊，哦，然后他后来报了。你当我们出来混兄弟，他妈都帮你们利用，让你们玩，让你们耍，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啊？龟儿子，你妈的 motherfucker stupid 啊！一毛钱不花，画大饼，操你妈个老鸡巴啊！蛋挞，我讲你啊，蛋挞，我现在就操你妈18辈祖宗啊！啊，蛋挞，我操你妈个老鸡巴！不要忍耐了啦，找尊堂的、竹联邦的，我怕你啊！没有那撤销你了，干你娘老鸡巴的，干你娘蛋挞，操你妈蛋挞！啊乌鸦，踢爆踢爆你妈个臭逼啊！你别讲叫啥人啊，你干啊你妈的干你娘老鸡巴啊啊乌鸦，操你妈！你上片快一点，你只会剪剪剪剪剪剪，你妈那个你是乌鸦还是他妈那个螃蟹？干破你娘啦！干你娘的骨啊去啊啦！啊！两名付飞龙要来啊啦！你妈臭鸡巴啊！你吹我小人家你没讲讲你干破你老七掰啊乌鸦操你妈你把这些兄弟当什么当玩具哦我操干你妈老七八毛的。啊
谁要出来帮我讲话？操你妈鸡巴毛！我告诉你，在下面留言。哈，乌鸦蛋挞，我干你妈个老鸡巴！我就是干你啦！你妈有本事告我，今天就少花三万，我他妈花六万，你没开心了，干破你个老鸡巴呀！啊，你当兄弟拢假的哦，哈，你妈快老话哟，你拢老话啊？你拢正义，我咧干你娘的老鸡巴咧！你卖个干要跪咧回死嘞呀！你妈臭鸡巴呀！你卖干你信哦？你卖跪我囝啦！哦，你卖咧干破你娘的乌鸦跟蛋挞啦！蛋挞我操破你妈鸡巴吗？你只会跟你老丈人，我每天喝，我每天喝，对不起他给我每天喝。你妈个老鸡巴！你他妈人家吃了饭不他妈不会不费钱不费钱，拜托我什么？吃完饭不付钱，你他妈拜托我啊！操你妈蛋的啊！你他妈的没龙虾没和牛来拜托我什么？你妈的干你干你娘老七吧蛋的！我操我你妈啦！我操你妈那个祖宗啊！蛋挞怎样？你不要忍了啦！我拜托你不要忍，蛋挞我操你妈个老七八毛的！你用干的哦出来讲啦！你别看你傻啦！啊，乌鸦，我操过你妈老七八毛！你他妈快一点啦，你带我来围我，你跟他骨啊去啊，你知啊？你又唔敢动手，你动也未敢，未堪你要动的。我你讲大风要问我要报警无？你今日不上片，我操你妈！我明天报警抓你！你妈个老七八毛！操你妈的蛋挞！操你妈那个乌鸦！我干破你全家！我干破你祖宗十八代！我操你妈！逼我笑你不敢！干你你还骨啊去啊啦！